近日，据港媒报道，资深作词人郑国江举办50+2周年《慈铭一生》演唱会，表演嘉宾阵容相当强大，包括陈美玲、张德兰、林志梅等。曝光的现场照中，久违露面的张德兰穿着黑色连衣裙出镜，气质仍出众。已经62岁的她仍精神奕奕。虽然已经隐退多年，但张德兰宝刀未老，唱功依旧出色。张德兰于70年代进入娱乐圈发展，当时年仅10岁的他便加入了 TVB。80年代，张德兰便获邀回内地参加春晚，当时他一连演唱了《春光美》和《祝福歌》两首歌，顺利走红全国。不过他没有一直待在娱乐圈，当中医课程修读完毕后，他便转行当中医，并以本名张媛媛执业。之后他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，渐渐淡出娱乐圈。据了解，他早在80年代末。